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刊发报道，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报道说，2020年辽宁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亮点频现，硕果满枝。一枚印章管审批这项由辽宁自贸试验区发端的制度改革已在全省推广。辽宁自贸试验区领跑的113项改革创新经验已在辽宁大地生根、开花、结果，带动辽宁省各地形成比效率、比创新的赛跑局面。